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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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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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o, udas pipi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就这样吧。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一比。
这个音乐嘛吼。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都还没开始上课。对，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可能我们基地，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留，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浪的，马烧浪的。嗯，关机。你放出来。阿妈，
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我小苦了你。马上到了你。我念那个有没上？哦，我念那个有没有上？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
老家咋来黑老路一来看这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玉浩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余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奥村哪个国小奥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来呗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我你看不看在说个人的你爱我想要这样为爱习惯到底你会怎么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后那段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呼吸风的安安一大碗阿米嘎阿皮和白露只有那古娃都告诉娃娃他天心能安你爱你妈妈是是玫瑰如果能有你他不那古娃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姨妈，白羊几嘞？一束色外，白羊几嘞？不不来一束阿苏羊白羊几勒老黑本阿善怎么弄我要换白羊的马路是橄榄古人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花束发问我那啥意思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三印度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Thank you.
公司呢，啊，咱做了推广安尼吼，啊，教区呢，啊，在家里咱也是生活处，啊，咱是咱啊，做思想跟中，啊，有咱部队啊，啊，都在那，啊，有咱大华名，啊，有咱这个啊，警察大学的哥呢，啊，来当着有咱制度，有咱教区的全龙官啦吼，啊，感谢啦吼，做完了吼，咱家。你那个白火水怎样呢？哦，你这酒要放杯了哈，把它吃够了哈。啊，喊你吃干嘛来呀？来酒咱的啊，先锋的上头前呀啦吼，大家辛苦了哈，一工啊，搁啊一工的啦，无咩啊，辛苦啊哈。那叫无变，人大家拢当作七八十岁啦。啊，结果是差不多五十外岁啊，尔。但是功夫真正是咱波七冠军带有名哈、啊。感谢啦哈，宝贝啊。等一下，还有男兄弟咧啦，所以你免管啦，好未？哦，还无等一下人来。好啦，啊，欢迎，啊，今啊，啊，话咱到电视咱的啊，电视剧啊，咱的好结局。今天啊，咱来过年啦吼，啊啊，好结局的，啊，新歌已经出完。啊，比咱的国民国强调，啊，比咱的啊，大家有信心啊，啊，都干出啊，就是咱，啊，我等下，啊。
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传好听一打吼，来比比三，啊，五声陈总说，陈总说过三多年。Thank you.
我们的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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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怎么讲？腰就是肚子饿，哭肚子饿的。靠腰，哭肚子饿。对，哦。那个，超级白要怎么翻？跟我们这边那个。你看，
个画沙小怎么讲？那画沙完了单手，那画沙完了单手，那画沙完了单手。来问一下哈，那个等路古话哈，听得到吗？大声一点啊！那我来问健康教育哈。那个德鲁古话，男生的器官怎么样 ？Judas。女生的呢 ？Bibi。好，那个男生的精子怎么讲？那叫 Hold up。啊 ？Hold up。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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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那个女生的月经怎么讲 ？Dala Bibi。啊 ？Dala Bibi。Dala Bibi。那那个男生勃起怎么讲？还有的啊，树，个树，树，树。那那个什么射精怎么讲？什么那的？啊，什么 hold 的？声部，声部，嗯 ，hold 的，嗯 ，hold 的是什么？嗯，精子。那睾丸怎么讲 ？Bottom。那个乳房怎么讲 ？Vulva。那个乳头呢？小朋友要吸奶的乳头，乳头嘟噜，乳头嘟噜啊。那个乳汁怎么讲 ？Bio 啊 ，Bio，Bio。嗯。那阴毛怎么讲？阴毛你是指男性，都是男性，男性叫 Vulvas， 乳房 Vulvas， 女性叫 Vulva BB， 乳房 BB。那个腋毛怎么讲？那个不知道了，没听过。那个男女行周公之礼哈，就是男女结合要登母哈。阿寿花莲市啊，进入小教都先啊，其中在市场前面啊，重要为张先生啊，他装的空心的板桥店啊，他们是人体健康的哦，大面粗的，来了，把所有的生产啊。
准备冲到登台了，这个六六六，就是上上分，不打脸，祝你等一下，不打脸。然后哦，坐车倒啊，坐车嘛，等下无面子。啊，平乡平乡啊，坐车。来，恁来前头摆摆摆好，大家坐好啊。再讲一次名字。莫拉肖岭。哪一组？大鲁谷。住哪个村？文朗村。乌龙嘎金哟，乌阿登阿乌阿巴贝乌阿西洋木干哟。认真的，不是拍人啊，你很无聊、啊。快点，把相机关掉啊，浪费电。把相机关掉啦，浪费电。你是不是色号啊？真的是啊。小伟，他爸出来一个阿改是啊。阿改，我的三叔又粗又大又卷又头很大。又粗又大又卷又头很大，三叔就这样，三叔就这样，三叔就这样。三叔，三叔德鲁的话怎么讲？说了很。三叔，你吃一口，专门这边吃一口很香甜的样子吗？三叔好吃，三叔。三叔好，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小米酒配三叔，健康有营养，帮助高血压、低血糖，表哎。年轻，表皮皱纹 ，OK， 黑网过湖，还有阴道缩紧，还有阴道缩紧，阴道缩紧，阴道缩紧，紧实紧实，什么都紧呐、啊，是不是什么都紧 ？OK， 好了来了，大哥好了，坐那边我就不要啊，好了。